日本奇葩的摔跤比赛，这个女选手酷似林志玲，身材高挑，拥有傲人的事业线，赛场潇洒的甩头一转，然而对手也毫不示弱，但是还是稍逊一筹。究竟比赛过程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欣赏。哦，ほら身長、あ、もうやばい、腰の位置も違うから、ほらもう。行きます行きます。